大家好，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今天开拆的包裹是什么。这有点儿，有点牛逼啊，芙蓉王，胎儿异常及早产啊，这个有点牛逼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咱们的。这是咱们买的东西，安全裤。但是为什么后面要这样来呢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。打开看一下，好小呀，真小，女士安全裤，不过男士也就没有。这个是刮奖区，这个是5.1元买的，但是它这边是写的是3元，其实这个东西是返现5元的，这5元 UP 主已经到账了。咱们可以上下一会儿上传下截图，下来就到手价就是1毛钱吧，1毛钱还需要什么自行车？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试穿一下。安全裤，试穿哦，大家稍等。那么 UP 主千红万红把媳妇哄着穿上这个安全裤给大家试穿了，那么这个视频能不能火就看你们了。如果你说能不能火，点赞、评论、弹幕，硬币走一波。好了，这身材怎么样？好了。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